三星最新上市的 A20， 我们来拆封吧。这款三星 A20 亮橘色，非常的夏天，而且它是 V 极限全萤幕，整体质感看起来还不错，5990还蛮值。举起掌心就可以自拍，这点对于大部分的人都很方便，而且前镜头会闪灯提示你可以拍照了，所以你这样子拍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没有拍到照片。三星 A20 手机一样内建有滤镜跟美机可以搭配使用，滤镜也可以另外再下载。三星 A20相机的整体表现、对焦速度都还蛮好的，不会因为它是便宜的手机，然后就蛮差的。现在来看看三星 A20 媒体浏览器里面的照片，你会发现刚刚拍的照片其实画质都还蛮好的，加上它跟原本的三星手机一样，相簿预览的话，可以照片都可以放大跟缩小。如果长辈要找照片的话，其实蛮方便的，可以放大让他们看得清楚。手机字体放大对于家中的长辈也是非常需要的，如果有长辈要买这只手机，它的字体可以放大